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让我们通过灵修啊，一起来默想神的话语啊。我们每天做这灵修哈、这灵修其实就是一个礼拜啊。我们星期天在教会做礼拜，但我每天通过这个灵修，我自己又向神献上礼拜，在生活当中的礼拜。祝愿大家每天在这礼拜当中啊，遇见经历我们又真又活的神。历代至上十六章一到六节，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首的是亚撒，其次是撒加利亚、亚薛、示米拉莫、耶歇、马他提亚、以利亚、比拿雅、俄别以东、耶利、古瑟弹琴，唯有亚撒敲钹，大发响声。祭司比拿雅和亚哈西常在神的约柜前吹号。刚才我们听了今天的经文啊，历代至上十六章一到六节的经文啊，我们也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啊，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先看一到三节的部分。我们在前面十五章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做了彻底的准备然后把约柜呢运回了这个耶路撒冷，安放在他所预备的会幕里面。那么当约柜进城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也可以说整个以色列人都欢呼雀跃迎接约柜的进入那么约柜进耶路撒冷就象征着神与以色列百姓的关系的恢复，神与以色列百姓的一种同在的一种象征。那么当约柜进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个部分我们一起看一下一节。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祭献燔祭和平安祭他们献上了祭燔祭和平安祭燔祭呢是除去我们的罪，来恢复和时间的神之间的关系。平安祭呢象征着人与神之间的和平的这个关系那么当这个会幕约柜进入到这个会幕里面来以后他们做的就是按照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礼拜。全城的人一起在祭司的带领之下在神面前献上了这个礼拜。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约柜进耶路撒冷固然重要，那么进来以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礼拜。为了过着礼拜的生活，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后，神命令以色列百姓建造会幕，为了让以色列百姓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然后以色列百姓围绕着这个会幕生活，并且向神来献上这个礼拜，过一个礼拜的生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基督以后其实我们要过一个以礼拜为中心的这样的生活，以神为中心过着礼拜的这样的生活。那么我们今天礼拜，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只是星期天到教会做完礼拜就结束了。其实我们应该让这个礼拜延伸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特别感谢神我们能够做灵修，通过灵修呢，我们能够来每天每天来向神来礼拜读赞美读经默想应用祷告然后我们通过这个灵修呢，通过这个礼拜，让我们能够每天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这样的礼拜者、敬拜者。
我们看整个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向神献上这样的礼拜，然后大卫呢做完礼拜以后啊，奉耶和华的名啊，又给民祝福，不仅有口头上的祝福，又把这个各样的吃的饼啊、肉啊、葡萄饼啊都分给他们，也就是说把这个礼拜的神的祝福啊分给所有的百姓。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想要成为一个真的蒙神祝福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礼拜的人。我祝愿我们做灵修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不只是形式上做灵修就结束了，而是真的能够通过这灵修来向神献上礼拜。愿礼拜的祝福与你们一起同在。那我们再看下半部分的内容，4到6节的经文。当约柜进耶路撒冷以后他们在那里向神献上了燔祭和平安祭。那么献完祭以后这4到6节呢，是关于献完祭以后的一些事情那么在这里面首先提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4节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也就是说，大卫专门立了这些祭司继续的在圣殿里面来赞美神。也就是说，在这个约柜进耶路撒冷之前大卫做了这彻底的准备，拣选吩咐利未人按照律法的命令吩咐利未人在那里面这个准备然后又在利未人当中这个有恩赐的选出赞美的，然后又选出在那里面伴奏的也就是说今天的赞美队准备了这个赞美队在那里边赞美神。但这个呢，没有只是为了这一次性的约柜进耶路撒冷的这个事件或者是一次性的这样的礼拜而准备。大卫呢，持续的命令这些利未人呢，能够在耶和华的柜前侍奉颂赞，也就是持续的在那里面赞美他，可能在制度上就建立了这样的一个赞美那么这个制度呢，一直到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圣殿完全被毁以后到那个时候为止呢，这种传统呢一直在圣殿里面持续着。那么在这个里面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应用和教训，就是什么呢？像在前面我们分享的一样礼拜它不是一次性的活动，礼拜不是星期天早上这一周的一次性的这样的一个众多的活动当中的一个活动。因为我们太多的我们基督徒只是把它当成我一周生活很多工作事情各样的事件都很多众多的事情当中的只是一个事情，然后礼拜完了出了教会的门就结束了，就没有了那么我们说我们不能只是在教会做礼拜，我们要让我们整个生活都要成为一个礼拜。我们要不仅在教会里边赞美主，我们要在家里边赞美主，我们要在路上赞美主。然后我们也在前面分享了，我们说 QT 是我们每天来在我的日常生活里面我自己来向神礼拜。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做 QT 的时候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早上我起来装 QT 了，然后把这 QT 书一合上 QT 就结束了。那么这个不是真正的 QT 这个不是真正的礼拜，礼拜是要延伸到生活里面，主日的礼拜要延伸到这一周周一到这个周六的生活里面，然后早上的 QT 要延伸到我今天一天的生活里面。我早上做完 QT 出门上班上学，我工作我的生活，这整个里面都要延伸下去，抓住主的话语，在日常生活里面实践赞美主、荣耀主，按着主的心意，按着主我今天得到的话语的这个种子的感动神的话语来实践它去生活，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礼拜。所以我祝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做灵修不要早上做完灵修就结束了，而是把这灵修的感动带到一天的生活里面这才是真正的与主同行的生活。
让我们的全人，让我们整个生命都能够成为一个敬拜主的生命，敬拜主的人生啊。愿主祝福与大家一起同在，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啊，感谢你啊，大卫啊，当时约柜进到耶路撒冷以后，他们向你来礼拜敬拜你，献祭礼拜你。主啊，不仅在那个时候礼拜就结束了，他们结束以后又持续的敬拜在你的面前。主啊，真的让我们的人生成为敬拜你的人生，不是周日礼拜结束就结束了，而是每天来礼拜你，并且在每天的礼拜当中荣耀你，敬畏你。求主你祝福与我们一起同在，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